中國為中國教會，在這個時期是我生活最後一段，我現在都是在中華師母教會，而每個月一次或者兩次都會上去中國，有些神父生女舊友都希望我們跟他們保存聯繫，就我每個月都會去中國，我需要為我們為中國祈禱。今晚是在這個時期，我剛剛是香港的神父避靜，神父避靜回來就在那裡學到一樣東西，我都想跟你們分享那樣東西，就是做人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先可以幸福，先可以幸福。如果你沒有信心，就生活很多方面緊張，很多困難，是要有信心來克服是我們的生活的困難。但是問題有什麼會讓你這麼有信心？這個信心在哪裡來？在哪裡來？就有些有事人問我，那你是不是意大利人？我不是，我不是意大利人，我是法國人。但是信心不是來自意大利，都不是來自法國，信心去做人，要信心去做人。信心都不是來自我們的地位，不是讀書的，領導你信心，信心是來自我們的世人。我們做基督徒，我們做耶穌的門徒，因耶穌就以信心。但是耶穌是我們的生活各樣的地位，是不是耶穌是不是第一？或者我得閒的時候先去諗回去，那我們只可以跟耶穌建立關係，令到我們互相之間都有更好的關係，耶穌都可以革新我們的生活，是祂自己會給我們每日所需要的信心。但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有些高低，有時得，有時不得，有時因為自己做得開心，做得很成功，就好似有信心。但是第二日都不會咁成功，做得冇咁好。我哋都係軟弱嘅人，軟弱嘅人。而我哋每個人都要改變。好似中國性，自己喺佢生活都有改變，因為中國性都係好難頂嘅一個人，係佢自己有佢嘅方向，佢嘅睇法。但係我成為基督徒跟著耶穌，都會識得兩人，都會識得。冇敢重視自己，我耶穌是第一，亦會願意為耶穌付出捨棄自己。就今日嘅聖經，就係講關於貧窮嘅寡婦。第一段聖經同埋福音都係講呢一樣嘢，為我們進步成為基督徒，我們要重視在我們中間一些
一啲障者，我講呢樣嘢係因為我係障者。我講呢樣嘢，因為真係有好多障者，我先值得你哋能力欣賞。好似嗰日係我嘅同居，我見一個婆婆，我自己好難行，行就好難行，係需要有人扶住佢。但扶住佢係佢後面佢嘅孫跟佢跟佢，就乜都難。哇！呢個婆婆好犀利，佢一定要去善堂。一定為佢，耶穌係第一。一定呢個婆婆要去參與弥撒，而因為佢特別精神，特別參與，佢嘅孫喺後面都跟埋，跟埋，至咗呢個孫都會繼續欣賞，欣賞婆婆，欣賞係我哋長者嗰個信仰嘅。真係嘅精神啊！個領導人行得到，個鼓勵我哋同佢一齊同行。咁啊，係第一段福音書上咧，有一個先知厄利亞，先知係一個信天主嘅人，係一個因天主而有一個睇法，有啲嘢講。但係佢講嘅嘢，我一路都可能領到我哋天奇天怪咁講，講嗰個婆婆，嗰、那個婆婆有一個孫，一個仔，佢哋仔，佢同佢哋仔，咁佢一個人去摘嗰啲木柴，因為要整一個面。我今晚會有一個麵包，我仲有少少麵粉，今日都會有一個麵包，但係後日唔知道仲有冇，有乜嘢我冇諗住有後日有天幾多飯，我哋歸向天主。而呢個先知向呢個婆婆講嘅話，你有冇留意？先知話。你用你嘅面粉，同埋你啲人為我做一個餅，為我，你為我做呢個餅，可能我哋聽到覺得呢個先知好似好黑我呢個婆婆。事實點解先知咁講？係因為天主話。如果呢個婆婆願意為你做呢個餅，我以後一路都會有麵粉，一路佢都會有油，一路會有佢生活所需要。即是你願意付出，就你嘅生活會好，會更加好，會更加豐富。冇成日都諗自己。咁呢個先知，因為從天主嘅關係，識得睇到呢個婆婆，而呢個婆婆係好有信德嘅一個婆婆。你為我做先，但你會睇到天主話，一路你會有每日所需要嘅食糧。咁我哋要學習，我哋要信。我哋要同天主建立關係，咁我哋話我唔係同天主嘅關係，我都信佢，佢喺嗰度，我喺呢邊啦。咁距離好大，距離好大。係啦，我同耶穌有關係啦。咁佢講，有時我聽，有時唔想聽。但係信德就係要。我哋同耶穌有更密切嘅關係，要耶穌入你嘅生活，俾唔俾佢入？俾唔俾佢講？願唔願意聽？就睇我哋嘅
態度。咁啊，你願意聽，你願意同耶穌建立更密切嘅關係，你嘅生活都會有轉變，而且會有福處。我會為大家好。福音都一樣。耶穌在哪裡？耶穌坐在那裡。福音說耶穌坐在那裡，通常耶穌坐在那裡，他就會看天父，同埋都會看人，而因為天父愛耶穌才得留意人的心。耶穌不看在那裡，坐在那裡。我哋要學習坐喺嗰度，因為我哋成日都好多嘢，我哋成日都走。